叫做细鳗鱼市场的地方，觉得这里超棒的，这里可以直接选要吃什么海鲜，然后就可以自己挑自己爱吃的东西。这是我们这一次在冲绳要住两晚的 villa， 餐厅在这里。好吃啊！到了 Okinawa 了。哎，你点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 cheese 鲑鱼。这叫去游泳吗？懂吧？好、啊。Oh.Thank you.